县长王惠美接下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颗以彰化命名的小行星是由鹿林天文台萧祥耀以及任职美国大学的博士叶全志共同发现。命名就彰化，那特别是送给彰化建县300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让彰化能够呢变成解放西。希望今晚能够看到彰化小行星。县府举办颁赠典礼，同学演话剧来感谢中央大学，因为去年适逢彰化建县300年，中央大学特地将编号336392的小行星送给彰化，希望孩子们从平时就能够养成对于天文的一个喜好，不断的在做相关的天文的养成。搜寻小行星这件事情，有了彰化县的加入以后，我相信整个团队会更壮大。彰化县府推动天文教育，激发彰化学子对天文学的热情，未来高中生能参与小行星搜寻计划，县府也将举办天文关心活动来落实强化天文及太空教育。记者陈胜伟彰化报道。